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H40 的陆婷。啊，接下来我要画三张图送给我的粉丝朋友们。嗯，你们有很深的寓意。好吧，我先开始。先画的是一个鹿，就是代表我自己。我画画丑这件事情，想必大家都知道吧，我就不多做解释了啊。一会儿收到这张图片，不要太震惊。我画画很快的啊，先画两个乌漆抹黑的眼睛，然后就是鹿的鼻子，鹿的鼻子是红色的。嗯，要大一点，这么大吧。嗯，不错，我对我的画作很满意。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鹿角啊，上个腮。怎么办？这看不出来是个鹿哎，大家将就看一下吧。画的有些草率，但是包含了我的心意，好吧。哇，好了，第一个路就画完了，还是很像的啊，有没有？这个乌漆抹黑的眼睛配上这个红红的这个鼻子，还是五官还是蛮分明的，至少知道它是一个动物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的自画像。我画人还是可以的吧。怎么有点像 ET 啊？无所谓了。嘴巴，然后头发呢？我是偏分。哎呀，感觉有点像秃瓢哎，问题不大。很美，很美。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希望你们看这个秃瓢女也不要太惊讶，这就是我本人的自画像。还是蛮漂亮的啦。最后呢，画一个小太阳送给我的粉丝，因为你们就像小太阳一样的照耀着我。用两个颜色吧，这个颜色分那个出来一点。好像个荷包蛋，但是这个是太阳。画完啦，真真。好，这三幅图就送给我的粉丝朋友们啊，我的鹿，还有太阳，还有我。这总结下来是一句话，陆婷这个美女真是一个小太阳啊。好啦，送给大家，拜拜。